天天饮食，我们又要和石万荣石大师学做好吃的菜了，就愿意跟石大师学呢。除了能学会做一道菜，每次还能知道好多讲究。比如说，石大师经常跟我们说，现在的食材跟过去的食材有很大的变化，对，变化特别大。气候、土壤，对对对。所以这个怎么处理食材，这不是做一道菜的问题了，这是一个生活常识的事儿。没错。比如说，今天我们又要处理一样这个。肉食的这个食材就是肥牛，肥牛好多人现在超市就一袋一袋买那种回家可以涮着吃的，哎，包括羊肉片，但是回家说我拿这个东西做菜，经常就想不明白了，做什么好呢？就是比如说要是做炒菜哈，这么薄的肥牛片就特容易给炒烂糊了或者炒坏了，所以这个一个烹饪技巧，这就是今天要学的这个一个技巧哈。嗯，今天我们拿肥牛跟蘑菇一块炒。肥牛香软可口，不柴不腻，蘑菇香气浓郁，口感柔韧，这道心意十足的双菇炒肥牛简单好做，值得一学。制作这道菜我们要准备的原料有肥牛片、海鲜菇、茶树菇、小米辣、糖椒、酱油、料酒。其实有一个菜啊，叫茶树菇炒肥牛，但是呢比较单调，今天我就多配一样，多配一样海鲜菇。好啊，这两种菇其实口味差不多，但是为什么要配海鲜菇呢？其实它跟茶树菇你看它差不多。对啊，如果我们配别的蘑菇得切成片儿，切成条呢又有点不透，是为了切成片儿呢就蔫儿，为了形状一致。对，明白了，受热一致，明白了。嗯，那这个蘑菇今天我们怎么处理一下呢？这个蘑菇其实很省事儿，你看茶树菇，修理干净以后就掐了哈，这么长。这个海鲜菇呢就长了点儿，就它那小帽子现在都不要了哈。对，但这个海鲜菇就长，你看这个长一半吧。那我们就给它劈一刀呗。长的给它劈一半，我觉得啊，这就看着点，因为有的短，这就短点儿。所以这个就叫讲究，要把两种菇的长度弄得差不多。对，有的又太短就不切了啊。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石大师，这个肥牛它是那种薄片儿，这个它再切也是一个怎么说条状的。这就是在烹饪方法上巧妙的运用，就是能把片儿的和条的融合在一块儿，就成熟度还得一致，对，你看还得互相入味儿。哎，我们这个切好了，现在我们切点配料啊。好，这样两种蘑菇现在这个形状一致了。其实这也很简单啊。切点姜丝。其实像茶树菇啊、海鲜菇啊。真正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们的味道影响不了肥牛，也就是他们借肥牛的味儿。其实它是互相借味儿的。这两种菇感觉味道不是很明显，很冲啊。待会儿就说了，怎么能给它蘑菇这味儿给弄出来？就是好像平淡的味道，还能让它再更出一层味儿。这个诀窍就是什么呀？就是如果你要吃蘑菇。要想出香，包括蒸，我们蒸一个就菌汤，有两种做法。第一，我们拿那干菌的粉，啊，下点料熬成菌汤，这一种，但是它有沙子还得过滤。对。第二种最简单就是拿这过下油，炸它一下是吗？这个菇一过油一蒸，马上蘑菇味儿就出来了。哦。其实你闻这没什么蘑菇。对，我就说嘛，啥味儿没有。对，很清淡的味儿。嗯。如果吃出东北。那蘑菇，干蘑菇的味儿必须得炸。是，基本上我们市面上见到的这种蘑菇，只要一过油炸，都会出一种都会出蘑菇特殊的香味。只要你不炸，就没有味儿。大家听明白了吧？处理蘑菇的一个叫通吃的手法。对，所以有些在家里做完不知道，说我这蘑菇炒完怎么外头放炒不一样啊？没有，我蒸的汤白不呲咧的呀。可能这个过程稍微麻烦一点，但是要想吃香味儿，就得这么做哈。而且呢，拉完油码在碗里头，也随便兑点汤，搁点。鸡精，如果家里煮那个鸡架子煮点汤，鸡精都不用搁了。对了，一蒸汤也有了，特别的鲜。就顺便就教了我们一个蘑菇汤哈。对，现在我们开始做。好，首先呢，这个肥牛，你看处理方法，先焯一下。好，那我这边水再加热一下哈。这个兑点水，这个兑点油。水呢是为了焯肥牛，油呢是过油。炸一下蘑菇。这蘑菇是不是有点多呀、石大师？不多，一炸就熟。另外还有一个，现在都想吃点刺激性的。说这个比较平淡也不行。我们怎么？我们还可以，也可以搁，也可以不搁，搁点这小辣椒。哎，不要多啊。嗯。就借这点微微的辣味儿。我看您这还准备了这种
对，长的这叫什么？杭椒，杭椒，这是杭椒啊。对，这是配点色啊。杭椒其实就不是很辣的那种椒。对，不辣不辣。嗯。南方的。有点清苦味儿，挺好吃的。现在在那北京地区有杭椒都是假的。啊？都是假杭椒。就是您的意思是它？它有土腥味儿。你们要是炒杭椒，家里有土腥味儿，南方杭椒是没有土腥味儿的。我们现在啊，嗯，把这个，太绝望了。嗯，绝望了吧？挺绝望的。不过我相信石大师下回就会告诉我们怎么把那个假杭椒做成正杭椒的味儿。所以这鉴别原材料特别重要。有些人不是做不好，而是他没，而且他没选好。嗯。这个肥牛啊，生长特别多，而且特别省事儿，都是切好片的了。对啊。我们自己要切，可能切不了那么薄。没错。切不了那么薄怎么办呢？它肥牛里它有时候有筋，啊，嚼不动。你看，它有筋吗？嗯，是吧？对，这吃的时候就会嚼不动。所以我们怎么处理？一会儿你看。嗯，这光焯一下还不行哈。还不行。其实这么焯一下，肥牛也就算熟了。这不就是涮肥牛了吗？对，已经可以。搁点麻酱就。蘸点料就吃了。蘸点料就吃了就。第一步，把海鲜菇切成和茶树菇相同的长度，把肥牛下锅焯熟备用。注意。提前焯一下，能让牛肉在稍后炒制时口感更加软嫩，但焯水的时间不要太长，肉片刚一泛白即可捞出。焯过了，看看怎么才能让它好，更好吃。我们把它搁在这儿。嗯，这要过油。好，因为我们双菇炒肥牛，嗯，它是一种干香的东西，嗯，是一种干香的炒法。干香的炒法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什么汤汁，一点都没有。那所以应该先炒谁呢？啊，你看这，你看先炒谁啊？你说先炒谁就先炒谁，这么在这之前啊，咱们得先炸蘑菇嘛。对，你等会儿啊，过油过程中我们兑点汁儿啊，大家看。好，先兑一下汁。在家里头有时候做不好，嗯，你看我做几个菜都是步骤哈，啊，包括做好种菜几种菜，嗯，就是怎么做。在家里怎么省事儿？嗯，好，这顺序就弄不好了。有时候你看啊，嗯，我们搁点鲜酱油。嗯，在等待油烧热的时间里，石大师用鲜酱油、蒸鱼豉油、料酒和鸡精调出了一个碗汁。不同于家庭炒菜时依次下入调料的做法，专业厨师们通常都会提前兑好碗汁。那么它的好处在哪里呢？所以石大师调小碗汁的好处就是说。反正你调好了放在这儿，待会儿就是把它一下倒下去就完了。如果是待会儿到了那个要调汁的步骤再一点一点来，容易耽误事儿，对吧？你炸完了以后，嗯，你再去调汁，嗯，它就蔫了。就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我就这么一勺酱油，一勺料酒，这个原料在这锅里头，嗯，不能久待，嗯，是吧？明白了。不照咱炒的青菜似的，搁点盐，搁点酱油，所以搁点什么，就一次性空投完了就完了。对，嗯，我们试一试，理解了，还要试一试。嗯，炸蘑菇的油温，记得以前您跟我们说过，不行，还不行哈。对，因为油温不合适的话，它就泡了。蘑菇里的水分其实是很多的，很大。嗯，因为这蘑菇都是大棚盖着的，水汽很大。如果是油温高到一定程度合适的时候，其实那个水汽一进去就会出来，对，不会那么而且外边有层胶边啊。所以刚才扔了一个进去一试，发现不行，不行，油温还不够。现在为什么有些说怎么断断油温试一下？还是试一下的，对。我估计差不多了，你看没声了。俩一块进去啊？对啊，一块炸啊。哇！炸啊！哗啦！哦，你看看，真的。这就是。这一下就考验出油温了。实际这就炸了，你看有响了，下去没声。而且不崩水出来了。就是说明油的那个温度足够高，对，瞬间就把它那个水汽给逼出去了。嗯，对。可是往往要是在家里在这样的油温的情况下，我就会特别紧张。不敢炸。不是不敢炸，就是觉得它是不是很快就会就焦掉了呀？焦不了，因为它很快就降温，它这水汽特别大，下油很快就降温了。嗯。油温千万不要低了，一低就泡了，泡了以后再炸它就瘪了。那您现在拿勺不停的捞，是想看它的什么？没有什么状况才能和匀了吗？和匀了啊。那要看到什么样才算行啊？上色了。蘑菇都变成发金黄色了。淡黄色。淡黄色。金黄色就过了。过了。嗯。实际上那时候应该就可以闻到您说的那蘑菇香了。哎，对对对对。嗯。你看。嗯。差不多了吧？
变色了。好，我们把这个。哦，好。哎，你看啊。这时候就下肥牛了啊。对，用肥牛水极大。哦，直接搁在这个炸蘑菇的油里。对。这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要肥牛在焯水之后的再次的炸制的过程。哎、你看，好，齐了，因为肥牛不能久炸，久炸了以后它发干啊。实际上就给它泡泡油呗。对，给它热油激一下。嗯。第二步，把蘑菇下锅炸到淡黄色，然后再下入肥牛，迅速炸制后捞出备用。注意，炸蘑菇的油温要在80%左右。如果油温不够，蘑菇里的水分无法完全炸出，香味也会不够浓郁。这个准确的说，这个油千万不要多了，因为刚才炸过东西，锅里本来就全是油了。葱姜蒜，哎，变成香味儿。嗯。大米辣，藤椒。嗯。搁里头，你看这下不着急啊。嗯。先煸香这些辅料。对，完了把下入这个，你看，油也控干了吧啊。行，石大师说今天这是一道干香的菜。哎，把这个你看，捋着锅边给它这么捋下去。哎，好，熟了。啊，这个，行，味出来了吧？猝不及防就熟了。对。我天哪，就翻了这么两下，马上那个汁儿就全裹上去了。对，果然是啊，哎，一点汁儿都没有。哎，你看它不是炒好了吗？太奇怪了，那味儿出来了吧？蘑菇味儿。双菇炒肥牛，心意十足，简单好做，您也来试试吧。第一步，把蘑菇改刀成相同的长度，肥牛下锅焯熟备用。第二步，把蘑菇下锅炸到上色后，再下入肥牛，迅速炸制后控油备用。第三步，用葱姜蒜、杭椒等炝锅后，下入炸过的肥牛和蘑菇，调入碗汁，大火炒匀即可出锅。这个蘑菇炸完了以后，也不觉得有那种油汪汪的感觉。没有，控干了，你看，还是很爽利的。那大家看这个，一点汁儿也没有，也没油，对吧？汁儿也没有，对对对。哎，这是我们这个双菇炒肥牛，其实特别简单，大家知道步骤就行。这个境界归境界，技术归技术，技术我们可以慢慢练，境界要追求起来离得还太远。反正有个理想总是好的哈，石大师。那我们这边慢慢练着，同时呢还得再贪得无厌的向您再多学一点。今天还应该向您学个小菜吧。拿这个。拿这个。尖椒。嗯。做一道菜。叫焦圈，焦圈，那不是老北京吃的那个焦圈。拿这个调料泡这个。哦，泡着做。对，这焦圈特别好吃。来吧，学学看吧。您是否有时会感到没有胃口、食欲不振呢？那么就用这道咸鲜微辣的风味焦圈来叫醒沉睡的味蕾吧。需要的食材很简单：杭椒或线椒、醋、鲜酱油、蚝油、白糖。第一步，把辣椒切成大小均匀的焦圈。注意，杭椒的口感比较柔和，线椒的味道则偏辣，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原料。第二步，按照个人口味调入盐、糖、醋、蚝油和鲜酱油后拌匀进行腌制。注意，腌菜时放入少许醋，不仅能够起到调味的作用，还能让成品的口感更加爽脆。所谓爆腌，就是让料汁充分浸泡原料，使其快速入味，所以这道风味焦圈只需腌制10分钟就可以上桌享用了。